军出击。放我脑匣子后面。暴力是死亡，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我变成了怪物，可我早就是怪物了。这把俺们不打盖伦，俺们打洛克萨斯之手，也可以，其实。No。啊，他学的 W。挠咬，再跑快点！咬挠，挠，挠，闪现咬，先咬，杀戮，哦哦哟。咱先打个爆破，我要回去干掉炼金男爵们。我不想回家，我想打个700再回家。野兽屈服吧，700有了，回家了。这城市就是我的猎场。打着落手带点盐，容易被斩，还得是带盾。我这跳错房间了，我的发！等会儿啊，怎么从我直播间飞走了？先开个 W， 咬 ，A E， 炸，挠，挠，挠。两个人都被拉，他这不交闪现了。城市是一个狩猎。啊，交闪现了就行啊。你到底打不打？你晃晃悠悠的，你是。我咬，来外圈刮，可以追呀、啊，这都不追。把血放干。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，这都不追，我要杀你了，小伙子。从怪物，我把它扯出来。我身体的那怪物是大肠杆菌。是你放的血把我招来的。好了。来 ，A A A 咬 ，A 炸，挠挠，上当了。鲜肉，
你每尖叫一下都会让我想起过去。他刚才这波有大，我们还能危险点，他要没有大招那就不好使了。什么都逃不过我的鼻子。有，算了，我上了，一会儿他两个人过来了，我们先撤一撤。那落手复活了。祖安会看着你血流一地，却什么也不会做。狼人就是太费蓝了。哎呀，谁的血？谁的血？血呢？血？血搁下路呢？下路怎么去呀？玩呢？小兵啊，最好都给他留剩半血以下，打的时候还可以挠小兵，然后能回血，咬 A。吸附 Q， 直接挠住，挠，闪现咬。这推线也太慢了，这谁妈个设计的？这英雄不能 Q 技能范围伤害吗？你是猎物，控制重叠了，小失误没关系，小失误。我闻到你的味道了，血瓶来不来一个呢？来个血瓶吧。手更强壮了，出一个血瓶。我们三杠零下路好像不太行，剑圣起来了哈，那这波我们可以去野区找找剑圣，因为剑圣很有可能要来抓我们了，我们先去抓他去，这样他就没办法抓我们了，知道吧？开个 W， 没有，附近没有人，红也没有，那算了。这小子搁这儿呢，拉倒，不去了。祖安会还手的。十分钟，你打峡谷没事儿。我们跟狼，我们跟那银马说一下子啊，让他别怕。现在剑圣敢出来，我们就双杀。我就盼着那剑圣过来找我来呢。快了！哇！Double kill.
有点厉害啊。我来了，来开个 W 呢，挠过来恐惧，挠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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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挠，那我打吧，我能打下来不？哎，为什么不挠啊？炸！没蓝了，剑圣来了！坏了坏了坏了，剑圣无敌了，剑圣！超神了！你下的是沃里克的流血，再把来个什么鞋呢？这地方眼熟。其实应该出个小布甲，可能会救命。哎，但没出，算了，这么地儿吧。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？救不了你。怎么就要无敌了呢？这还？关键我一层防御塔没拿着，你知道吗？这落手吧太猥琐了。我没落，坏了，没杀了，还这波有点着急了，稍微有点急了。我想赶紧把他杀了，把塔皮吃了。有点幼，布甲还加上反甲，加上那个燃烧宝石，有点咬不动。刚才这我估计也杀不了，费点劲，不好杀。哎，算了吧，别着急吧，刚才稍微有点急了。你剑圣杀起来了，我寻思我再不杀快点儿，这可能是要够呛了。他也不出塔，他就搁塔下一站，这人也不补刀。我变成了毒怪物。打个爆破差不多了，我估计他不能出来了。我们去把那蓝打了啊，省着我这蓝不够用，就把蓝打了。你的天骄会让你窒息。剑圣到了，出布甲鞋吧，这把把布甲鞋出了。
我需要一个蓝 buff 啊，兄弟。我 R 不走，我怎么 R 走？这位置怎么 R 走？那不得调角度 R 吗？往下路走一波啊，看看能不能拿两个人头。漂亮。脑。那杀个艾伦吧，那就只能。杀个艾伦也行，先出个小反甲。关键这剑圣装备有点好，打我有点疼，他有破败了都。你杀的是沃里克，他流血了野兽。维克托，他旁边有盖伦，没有盖伦。没有盖伦为啥找我打呀？这你不应该啊，没人你找我打。鲜肉别叫了，走去趟中路啊，中路死光了，行，打个峡谷先锋来。这剑圣敢来，把剑圣杀了。应该不用我了吧，我就退线去了啊。我们去退线，队友打龙，队友打峡谷先锋，还剩条小龙，我想想这条小龙能不能要啊。不行，这条小龙不能要，我没有大。龙给了啊，龙给了，我们家寒冰玩的还是可以的啊。龙给了就不要了。我闻到你的味道了。祖安的路，我收的就像爪子上的毛。完了，那提亚马特850。出错了，这怎么整啊？这个位置有眼啊，这个位置。我救不了你们。来吧，小老弟，七步扣，我的人头。烟头好，杀剑圣来，先把剑圣咬死，开个盾来。别去，这别，我咬，还行，盖伦死了，漂亮，来吗？来开个 W 的啊，一开起来。来妈搁我后边来，来我先咬死这个女枪。这女枪怎么回事？有加血，有加血了不起啊。哎呀，维克托，我没有 W 了，算了，不追了。祖安自有下路才会中
我寻思女枪一个咬就死了，你还给我加了口血，你是都没乐意吸附抠，下回还是吸附抠吧。我很冷静。这俩人算够呛。我现在剑圣吧，我都不怕。你说我怕什么？我怕那维克托，这玩意儿老风筝我。我有点怕这个维克托。哎呦，差一点，我以为卡着了呢。哎，漂亮炸弹人儿！来，我们杀这女枪。这个维克托啊，我们尝试一波击杀。维克托跑了，对面剩一个了啊！对面就剩一个了。集结就是怪物的本事。如果我没杀掉你，阻碍也会。坏了。我就发现你们有的人吧，就我一死一把完了，崩了。哎呀，你根本就不会玩，你这不行，你这个你这太菜了这。然后我一杀俩人完了，坏了啊！我一杍两个人就完了，坏了。我先扫一下来，这个维克托伤害太高了，先开个盾啊！剑圣啊，剑圣，剑圣，剑圣！快跑，快跑！剑圣杀疯了，剑圣！剑圣要干嘛？剑圣疯了是吧？剑圣！等我们复活小龙啊，我想想这把长剑能出什么，好像没啥出的，好把它卖了吧。我这把长剑出这没啥用，下一件装备我要出振奋。来，跟着血走啊。跟着血走，一换一可以接受。为什么你没用惩戒？你告诉我为什么来。挠住维克托，一开起来吸附钩，挠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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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挠，闪现。不打了，剑圣来了啊！先把他们给恐惧了，那换了仨个盖伦得了。盖伦硬往上送啊，那送就把盖伦杀了吧。我想想这最后一件装备咱来点啥呢，来个板甲可以。
出个板甲，出个振奋就行。这有啥愁的？那32-35，再说那银马为啥不惩戒呀？刚才呀，那龙刚才不是随便拿的吗？那下去两个人又没惩戒。脑柱维克托一开起来 Q 过来炸挠挠都加血来挠挠我们死了，这没办法啊，保一手后排好重。哎呦，女枪也得死，这波全死，剩个剑圣啊，剩个剑圣，快走，别让他杀寒冰啊！对，踢他，剑圣CC有点高的，谢谢叉叉叉叉叉的飞机，真没办法呀！你说他们后排吧，快死了，我就只能充当前排上了。这把这银马装的也不错呀，这银马三件装的。这人嘛，应该是拿了个1000，我估计。我打收割别先手，啊，俺们家奶妈跟那个炸弹人让人勾了，让那个落手勾上去了。我呢，搁那瞅着，人家家后边有维克托，我不去挠维克托，我在那瞅着，我说我等收割。他们都死光了，我上哪收割去？你不得分情况吗？我上哪收割去呀？刚才呀，先杀先胜呗。打不了开了，那剑圣为什么跑这边来了？还行，春哥打的了，铺个地雷吧。大龙给的可以，我们可以要小龙，大龙就别要了。要我说，啊，还行，没打。有件事你要知道，振奋，我很记仇。来，小龙。别他妈点投降了喽！谁呀、啊？就这人马呀，像个精神病似的。你说你连个地你都不会摁，你好意思投降还？连个惩戒都不会摁，整个破盖轮着辅助还他妈能赢喽？赶紧把这龙打了去！走，撤！撤，回家守塔。这城市就是我的猎场。就对面的阵容，先杀剑圣，那奶妈搁后边奶一奶。哎呀，随便吧，真是随便吧。这剑圣没有右装，
进场就给他杀了就完事了。我就怕他老收割我，你知道吧？他一整吧，我们家队友让人先手了，完事我就得上去帮他们扛着去，然后呢就开始杀我。就我们一个硬控啊，你干啥呢？先把剑圣杀了，兄弟。我得教育教育他了，我这得教育教育他了，这不教育教育他能行吗？我刚是想打剑圣的，那剑圣 Q 跑了，我没 Q 着他，我没R到他。尖叫一下都会让我想起过去。那守塔保着点后排打就可以了，我帮你打个蓝来。咱得来个板甲了，这跑得太慢了。少说废话，多咬几下。后手，什么都逃不过我。你不后手，他收割，我们拦不住。我们家本来就没空。你不打后手，你打先手，你打不过他们。先慢慢耗，等着剑圣进场，我们打他。慢慢耗。他们没有人敢上，技能放完了，这都。祖王会看着你血流一地。来，上个 W。刚才虽然维克托能直接死啊，但我也不能上，我上不了，我们家没有空。那寒冰那大招如果空了，我们就后排一点防保护能力都没有了。那银马如果也冲上去了的话啊，不能，千万不能打。银马可以开大，我们不能开大。好吧，趁你还能跑。他水银没有伤害了呢，剑圣。出完水银还有什么伤害？这没有虚区了呢都。可以来，技能不放啊，我就等着他。完了，空掉了。哎，我没打好，我这 R 他妈空了。又着急了，着急放了，怎么老着急呢？蓝脸汉，老着什么急？你很急吗？啊，你很急吗？你有多急？你跟我说一下，你有多急？老急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没事，可以接受。
一条路而已。我们还有什么值得失去的了呢？嗯，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了。来，大龙，下一个大，我以我主播的名士啊，我以我的人格在这担保，下一个大招不可能空。这个剑圣我一定盯着他。这龙打得有点快啊，没办法了，先杀一个得了，给他捅玉斗吧。给我堵住了，还行，他没有大了。再守一波吧，应该能守住这炸弹人，没事。哎呀，好像不一定啊，那炸弹人没有金身了，他有春哥呀，这真难打。天，我这波 R 不 R 维克托都打，我不能再等剑圣了。主要是俺们家还是控太少了，你知道吧？